我是刚刚在吃早上的8:092月，2月27号，耶！台北站8:58，什么还是2124？你这还是一样嘛？2124金融三线北，从北向上花莲 PP 之江，以及154金融三线上屏东的 PP 之江啊。各位支持咯，下面就麻烦你们多多对我们大家鞠躬。